跳到那个线讲一句话，然后再跳回来。然后那队长 Kimberly 就我每一个我都不能懂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这太感人了，镜头一说那黄豪平你呢？他说哦，贺龙。我刚录完，每一集都有惊喜，然后每一集都让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看，就出乎意料的事情。这个节目临场反应要超好，每选手已经是自己写稿还有背稿，他们也是等于素人，然后就开始辩论，然后一路上我们在学习。然后先可以爆个雷，就是很好笑的是，比如说黑队讲讲讲，然后白队讲，结果白队只剩一秒钟，然后视网膜就提醒说白队只剩一秒钟。一秒钟你要讲什么？然后那个马哥马里奥好好笑，他就这样跳到那个线讲一句话，然后再跳回来，这样我们全部已经疯了，很好笑。每一队要请队长讲出淘汰的人的时候，白队是每一个都说我你淘汰我没有关系，然后那队长 Kimber 就我每一个我都不能淘汰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这太感人了，镜头一说那黄豪平你呢？他说哦，贺龙。我无缘无故被老师骂吗？我常常呢，我以前超衰的，明明吵是隔壁的，然后老师就会说陶晶你站起来，然后我就这样，老师我你站起来，然后呢学校有一个观星台，黑黑的嘛，然后黑的哦，老师就在上面说啊这是什么星，这是什么星，这是什么星，然后我们就大在聊天，大家在小声聊天，博士只有我，而且重点他是黑的，对不对？老师站在台上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陶晶莹，你给我上来。然后我就叫他是夜行性动物吗？他哪一只眼睛看到我在聊天？可是我太大声了，可是不是只有我在聊天 ，OK？ 甚至不是只有我们，就是比如说那里、那里、这里、这里。这里老师只有叫我陶晶莹你给我上来，然后我就上去了，他就说来你指给我看，他就讲了一颗星，然后我就这样拿起来乱晃，因为我没有在听，所以我不知道那颗星在哪里，然后我就这样晃一晃，哎，他点我的头很用力，他直接手乱点，然后我就这样啊，这样我就滚下楼梯耶，因为黑黑的你要怎么样，就是一个踉跄那种，就不是头这样滚下去，但是就这样子。我说我小学四年级，我也不会说我要告你哦，我跟我妈讲哦，我妈忙要死，根本没空听我讲这些。我也是啊，我被叫起来罚站啊，全班都在笑，老师说陶晶莹你站起来，我超衰，全班都在笑，就是会点我，不准坐下，然后我就站着听课，然后还被这样点下去过，我超衰的。我就说我常常有那种好不容易然后要吃饭这样啊，妈妈我要大便这样，你知道那小孩大便超臭的吗？然后睡不着，然后讲故事。我曾经最高纪录，我记得我讲了两个半小时故事，那男生很帅，我已经扫下了。我说最后只好就是打碎的。影响全世界的最佳途径，就是站出来说话，而你。怎么说话，决定了你是谁。你准备好好好说话了吗？